The Nest， 咔咔！大家怎么在这？欢迎收看 Vlog 十四。Hello， Dennis 哥哥。Hello， Dennis 哥哥，咔咔姐姐。Dennis 啊，我问你一下。Dennis。Dennis 咔咔。Dennis 哥哥和咔咔姐姐。Dennis 哥哥和咔咔姐姐。Hello， Dennis 哥哥，我是你马办的粉丝，就是马来半岛了。OK，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。Dennis 哥哥，你敢不敢吃米乐粉？我不只敢吃，而且米乐粉就是我的最爱。牛奶要喝牛奶，刘奶奶给刘奶奶一瓶牛奶，刘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没有有刘刘奶奶的奶，牛奶好喝，刘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没有刘奶奶的牛奶好喝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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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e see. 十。Dennis， 如果有一天有一个 free 的整容，你要整那里？为什么？如果可以整容的话，我想整掉我的脸，因为我太帅了。Dennis， 看看如果让你们的狗去饲料，你们会怎样？不可以，我的是我的，乖。Hello，Dennis。Hello， 好，我是 Dennis。Dennis， 你可以有吃卡卡的那个大便吗？大便吗？喂 ，Dennis， 我很帅啊，如果很帅，你跟我讲啊，如果我不帅，你点点不了。坚强的理由，原来。OK， 你很帅。Dennis， 我要参加讲故事比赛的呀，你可以叫我讲背吗？我很难背。讲故事比赛是非常容易的事情，你最重要是要上到台，要祝贺全部老师，各位校长，各位家教协会，各位老师，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你的手要一直开，然后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不要紧张，你只是要记住这几个成语，你呈现出来就美美的一个讲故事比赛了。我就给一个例子好吗？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小明踏脚车去了学校，他很兴高采烈，但他一不小心遇到了一场车祸，一了百了。谢谢大家。看看你们最喜欢买什么东西？买包、买鞋、买衣服。我买单。Dennis 哥哥，你可以不可以 beatbox 给我们看这样子 beatbox？ 哇，我的口水够洗的呀！Hello，Dennis。Hello， 哥哥。你可以打。嘎嘎一巴掌吗？嘎嘎，你也可以打 Dennis 一巴掌吗？不可以。Hello， 是 Dennis 吗？你好啊。那个，其实我有件事要跟你讲，就是你的背后，你看看你的背后。Dennis， 你可以跳舞吗？然后一边
边跳舞，要搞笑咯。世界上最帅的 Daddy 哥哥和世界上最美的卡卡姐姐，如果你们是大便，你们会怎样？大便满了，大便满。Daddy 想要问你，如果有一天卡卡用这个藤鞭这样子打你，你会有什么反应呢？Dennis， 你在哪里住？ Dennis， 请问你们啊，请问你和卡卡住在哪里呢？可以跟我们讲吗？我在这里住。Dennis， 你可以用脚弹小幸运吗？姐姐要怎样才可以像你那么美白？对不起，天生的。还有一个可以加这个白白灯，就超美白了。Dennis， 你可以弄这样子吗？Dennis 和卡卡，自从看了一集 V6 里的火鸟人，就想火鸟人居住在哪？火鸟人到底在哪？请告诉我，火鸟人居住的地方，自己想的鸟巢、流浪 ，Dennis 的和卡卡的家。Dennis 和卡卡的画像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你们 ，Dennis 和卡卡。Dennis 哥哥、卡卡姐姐，你们可不可以拍一个微电影？其实我打算拍的不是微电影，是两个小时的电影。燃烧的正义的火焰的火鸟，求你赐给我一点的光。火焰的火鸟，求你赐给我一点的温暖。Fire burn, man burn, burn like fire burn, burn until you shout oh so hot。燃烧着正义火焰的火鸟，求你赐给我。耶！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vlog， 感谢大家送这些影片给我们。如果你们还有更多问题的，你们可以拍影片，拍自己拍的 video， 然后 send 去我们的 Facebook page inbox， Dennis 卡卡 page inbox。我们下一集会再回答你们的问题，谢谢大家，就这样。